要不说灵妹给竹原的评价是优秀人类呢，都能跨着次元壁正义执行了。 BW 漫展民警小姐姐 cos 竹原宣传网络反诈都知道吧，不知道也没关系，因为本来就是被迫营业，但昨天官号发的这个你得知道，真的是能做到让人眼前一黑的程度。熟悉的80年代画风，古早的背景音乐，演讲般的配音调调，夜深了，初音未来呀，不但把沉睡的记忆唤醒了，还把新的记忆刻进了 DNA。 竹原警官，真有你的，这下可没人敢违抗拥有黑猫力的你了。但玩笑归玩笑，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防范网络诈骗，毕竟咱那些吃谷子买 cos 的钱本来就不多，再被骗那是真的相当难受，也要让那帮骗子知道二次元的钱不是那么好骗的。大概也许可能吧。